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陈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蓝色港湾的极狐行动200 Arc Fox 的驾驶探索营。现场呢摆了三辆车，一个是阿尔法 T， 一个是阿尔法 S， 还有阿尔法 S 的古安限量版在那儿。所以今天呢，就让我们看看这个探索营里到底有什么。极狐行动200是极狐汽车结合今年航天大年打造的太空主题沉浸式体验活动。活动聚焦全国15个中心城市核心商圈，设置6大关卡，通过沉浸式太空驾驶体验激发用户愉悦的情绪，同时呢引导用户了解 Air Fox 极狐产品，感受极狐汽车的品牌调性。当然呢，现场不光有体验，还有全新的联名款车型。我们都知道，北京国安一直是中国足球的一面旗帜，代表着北京的城市精神。在本次极狐行动活动现场，极狐汽车正式推出阿尔法 S、阿尔法 T 国安版车型，这是极狐汽车和北京国安品牌合作的一部分。国安版车型改装套件主题为破阵，寓意极狐汽车破界而生的核心理念。同时，黄、绿、白、黑撞死以及线条穿插，代表着绿茵场上的激烈对抗。作为北京新能源旗下的品牌，极狐汽车目前已经拥有了阿尔法 S 和阿尔法 T 两款车型，其中阿尔法 S 作为一台中大型轿车也有着不少的亮点。如今还有了阿尔法 S High 版以及各种联名款，融入了北京元素的同时，也让整个产品线更加丰富。总之，在此举办的极狐行动 2.0 也让许多消费者真正参与到了其中，甚至现场还有许多小朋友参与其中。很难得在这个手机时代，家长可以带孩子出来亲近生活，也让不少小朋友在心底默默地埋下了自己以后的梦想之车的种子。